我们前阵子的冷气都装好了哈，那各位也知道中午吃饭是不是最热啦，想不想吹一下冷气啊？那其实中午用餐的时候喝那个热汤哈，全身是不是都会发热，对不对？哦，这冻没点哈。来，我们冷气装好了，那我们就来试吹一下哈。OK， 很烫啊，做吸味啊，烫到舌头了呀。然后那这吹冷气好像没办法治疗呢。冷气又不是新单，准备来插卡了啊，卡跟遥控器都有了啊，卡了啊。来，窗户先关一关，快，赶快，这不是防震演练啊，大家不要那么紧张。第一件事情，不用了，不用锁了，让它锁起来，关起来就好了。而且不让我们出去。一直坏人被爬进来偷吹冷气，是吧？坏人有这么笨？那我们来插进去哈。啊，插进去，哦，里面有多少钱？什么？我插卡，我还没开启，你好凉什么？靠想象就凉了。开启啊！啊，26度啊！来，开吹了，开吹了哈！啊，在这么热的天气，吹着冷气，是不是吃起来比较舒服一点？对啊。啊，你这个叫啥子啊？喏哈，那我们就来试吹一下，看那个凉度哈，够不够啊？我们吹得很开心，没有错啦。不过我们要付钱啦，我们要付钱啦。啊，因为我们为了节电的关系哦，顶多也只能设26度，不能设6度哦。设6度，大家可能要穿外套了。有凉爽的感觉了吗？啊，有了啊！在这种情况下喝汤啊，热汤就再也不会一直大冒热汗了哈。真的还要再多加一台冷气？真的还要再加一台啊？好，我们就请这位董事长再买一台来装了啊。OK， 好，就这样子决定了，感谢啊。再装6台啊，再装6台。冷汤了啊，你的热汤变冷汤了，对，这么严重啊？吹冷气吹还是要感谢县政府嘛啊，那还有感谢学校帮我们赶快安装啊，大家有冷气可以吹哈，很嗨是不是？很凉很嗨是不是啊？你的饭变成凉饭了是不是？你一起吹的上面多宅，要吹到异常了是不是？外面在进来有差吗？有差，外面跟里面有差了啊。OK， 啊 ，OK 啊，外面那个关在外面。这个是没有缴钱的，不让他进来。同学在里面有时候身在凉中不知凉啊，出去外面再进来就知道什么叫热了啊。